弱者没有资格拥有的，执教的话就乖乖交出火能，否则一会儿你们就只能爬着进陵园。该死的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进陵这里，那留你还有何用？说是当年不与那人隐忍定什么三年之约，恐怕也不会是这个架子。青人十三，兄儿，你要走。 一旦被他们锁定了位置，我们俩都会性命堪忧。所有的银针只为了这一天，我已经等待了太久。今天若是你能够安然无恙地走下令台，萧炎从此不再踏进迦南学院半步，他迟早会发现的。既然如此，就给他一个惊喜吧。今天我不会让你们两人彻底的闭上嘴。 就算他还活着，你们之间也绝不可能。加玛帝国云岚宗，萧炎回来了。